三坊七巷是位于中国福建省福州市的一处历史文化街区。三坊指的是一井方文儒坊和光禄坊，这三坊都是东西走向，七巷则是与之相交的：阳桥巷、郎官巷、塔巷、黄巷、安民巷、宫巷、吉壁巷。它们都呈东南西北朝向，因而得名三坊七巷。三坊七巷的建筑风格以明清时期的福州传统建筑为主。 建筑形式丰富多样，包括府邸、衙署、寺庙、宅院等。街区内还有许多传统的手工艺作坊和历史名人故居，如文昌阁、古山书院等。这些都反映了福州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。三坊七巷现在已经成为福州市的一个著名景点和文化旅游区，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和文化爱好者前来参观。在这里，游客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氛围。 欣赏古老建筑的美丽，品味传统福州的风情。同时，街区内还有各种小吃、特色商店和艺术展览，让人们可以一边游览一边品味美食和购物。